华氏科技不断创新，量身定制自动化焊接设备与焊接生产线。铁艺手提篮自动化生产线，整条产线采用旋转式工作台、工业机器人、油压机、输送流水线、铆压机、电阻焊机和冲孔机联机作业，与钢板拉网生产线无缝对接，实现了手提篮从开料到焊接成型的流水式生产。生产过程中采用工业机器人替代人工，完成了生产线上的油压机、电阻焊机与冲孔机等多道工序之间的工件上下料工作，整条产线有效地提高生产率，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，降低生产成本，缩短生产周期，保证均衡生产。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不断创新和融合，实现工业 4.0 生产模式进阶优化，既可保证了品质，又大幅度提升了精度和效率。关注我，为你解决更多焊接难题，实现智能化改造，赋能企业转型升级。